最真的情感，欢迎大家收看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为您呈现的大型综艺节目《全家好拍档》。海天黄豆酱，全家好拍档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怎么吃都好吃的海天黄豆酱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全家好拍档》。在节目的一开始，也邀请电视机前的网友朋友参与我们的互动，您可以登录微博参与全家好拍档的实时话题讨论。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有哲理，我们叫做小角色大人物。没错，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进行比拼的两组演员，可以说是通过塑造了银幕当中的一个又一个经典的小角色，成为了现在深入人心的大明星。让我们首先掌声有请今晚的第一位嘉宾方清卓老师，有请。他是横扫田桂花里的田桂花。哎，你们也不打听一下，我田桂花是好惹的吗？是别拿豆包不当干粮里的刘翠翠。赵启富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我的最后问你一句，参加不参加？也是新版《还珠格格》里的田嬷嬷。综艺四十年，他以热情真实的表演风格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，他就是演员方清卓。大家好，我是方清卓。大家好，我是沈杰夫。大家好，我是沈杰夫的妈妈。大家好，我是方清卓的儿子。沈杰夫爱好摄影和户外运动，是方清卓人生中最珍贵的好拍档。我们必须要多问一句，你是戏中的还是生活中的？今天参加这个节目一定是生活当中的儿子了，感谢这个栏目让我跟我儿子一块参加我们这个节目，非常高兴。据说这是儿子第一次上电视啊。对啊，确实是这样。看这个杰夫一上来这是拿的，这是这个是我妈新出的书，里面有很多插图也是我帮我妈拍的啊。他喜欢摄影，杰夫喜欢摄影，所以这次能有孩子给我当摄影，我非常的高兴。我不知道我说这句话方老师会不会生气啊。不生气。我还真是看着您的电视剧的。那就对了。一定要说出来吗？对呀、啊、把这种尊敬的话装在心里不行吗？因为到现在我已经演了四十年戏了，真的是这样。哎，那个杰夫今年多大？25岁。25岁。你就明白了吧，方老师绝对是很疼这个儿子，因为这个儿子来得很不容易。老年得子，而且要感谢中央电视台的戏叫《人间芙蓉色》，我演女主角。在拍戏当中呢，觉得自己怀孕了，没空把它做掉。孩子在肚子里三个月了，我也三个月排完戏了，因为我不知道孩子健不健康，我当时都35周岁了。后来大夫说很健康，你要了吧，后来我就要了。我还把这段写到了我的散文集上《红蝴蝶》。你说完这话儿子得多伤心。就是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记得在小的时候他去幼儿园，老师就说，哎，你看你妈写这本书啊，说当时不想要你，要拿掉你。他说妈妈你怎么会拿掉我呢？姐夫握个手啊。我跟你一样的遭遇。怎么呢？也是妈妈在拍戏？不是，我有俩姐。对，当时我爸是坚决不要第三个。哦。后来也是我回到新疆以后，我厂里的叔叔阿姨每见我第一句话说，你爸根本不想要你。当时我天哪，姐夫，天哪，握握手。怎么的？我妈自从有了我之后就坚决不要别的了。别在我面前显摆。我非常高兴，非常高兴。总之我觉得我36岁有了孩子，我非常的高兴，我爱他，非常的爱他。因为妈妈怀你的时候，妈妈的年纪相对会大一些。对，妈妈会不会特别特别溺爱你？其实是很溺爱的，就是跟很多父母一样，就是把好的留给儿子吃，然后自己吃不好，就是这样，太多太多了。而且方老师是真的教子有方，在杰夫18岁成年礼那一天，
妈妈送给了他了一个特别的礼物，据说你今天还把那个礼物带来了是吗？啊，对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是我帮他。是这样的，我知道一个人如果死去，也就是长久的睡去，在六个小时当中，他的眼角膜拿出来可以救八个盲人。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，我就非常想做这件事情。几年以后，孩子18岁了，那天18岁生日，我知道他有这个签字的权利了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沈杰夫啊，你能答应妈咪一件事儿吗？”他说：“什么事儿？你说呀。”我说：“你最好先答应。”他说：“哎呦，你说嘛。”我就说：“妈妈长久的睡去，你一定要说到做到，写到做到。你签好字以后，妈妈不在了，你要立即把妈妈送到北京红十字会医院，让他们取走我的眼角膜，可以救八个盲人。”我儿子一听以后说：“妈妈，我当然同意，把我的也捐了吧。”我非常感动，但是我这样说的：“我说孩子，你会长大的，你会有一个女人，一个姑娘来爱你的。我们希望要捐你的眼角膜，让那个姑娘说了算。”真了不起。我当时还想着能不能让八个盲人复原，就是复原以后来跟我儿子做朋友呢？大夫说坚决不可以，因为这个要封锁一切关节，眼角膜捐赠不要留任何的。方老师，你真棒！我觉得你给儿子留下了一笔最宝贵、最宝贵的财富，那就是爱。我想他也会像我这样的。真好。对，我们也知道这个父母的身教是正义言传。我妈身上有很多我值得学习的优点，最大的优点很多人都没有，就是乐观，热爱生活也是她一个最大的特点。方老师啊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叫全家好拍档，您今天要是不说说老公啊也不合适，一家人都得提一提、啊、据我所知啊、您是把先生当救命恩人。要说到我的丈夫呢，我跟大家说我不是单亲母亲，我有丈夫他有爸爸。儿子，你可能也不知道，妈妈在还没生你之前，1988年的1月18号，妈妈应该从北京飞往重庆参加一个电影首映式，我都买了票了。那时候正在跟你爸爸热恋，舍不得。你爸爸说：“为什么只在家里待一天呢？”就把我的票偷偷退了，改成了1月20号的票。等到1月20号那天，我去了机场，一发现很多地方都是挂着黑帘子，我一问，飞机爆炸了。我不知道是我买的票的那个飞机，等我知道以后，我马上就在飞机场用信封给我丈夫写了一封信。那时候我还没有嫁给他呢，我说我一定要嫁给你，哪怕是一天，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所以说是这份爱让你获得了好运啊，应该是这样吧。所以我也听出来了，杰夫啊，对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，对对对，太奇迹了。现在一晃孩子都这么大了，生活就是这样，生活没有对错，爱情也没有输赢。为了这个家，我觉得我丈夫就是我的贵人，就是爱他没商量。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方老师，送给杰夫。 来有请就坐。我们认识了今天的第一组拍档，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组拍档是谁呢？来，掌声有请。哇，让我们欢迎影视演员李重霄。他是马文的战争中老实懦弱的丈夫，气都过去了，他没搬走啊，不是长久之计啊。是老牛家的战争里自私贪财的不孝子牛志文。那平房子能住人吗？是吧？要煤气，煤气没有，冬天再生炉，我跟崔赞能生炉子吗？是吧？我们会生炉子吗？是妯娌的三国时代中优柔寡断的老二和平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说我怎么办？一个是我妈，一个是我弟弟，一个是我嫂子，我把他们全提溜出去，全逮了，你觉得行吗？近年来，因在多部人气家庭情感剧中饰演都市小男人角色，他被称为都市情感剧代言人，他就是演员李重霄。哇哇哇！还有他的好拍档张帆，太酷了。欢迎二位，欢迎李重霄，欢迎张帆，太酷了。这和我们平时在这个影视剧当中熟悉的那两个人还不太一样啊。这是你们平时的爱好吗？对，这不是道具吗？你就听这声像是道具吗？佳明，你就看我们这两位嘉宾多么有心，
骑着摩托上来，这两个颜色跟咱俩衣服是一个色的。没错，就照着你的衣服拼的。这不，这是送我们的礼物。来，欢迎欢迎。来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两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重霄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帆。张帆，影视演员，代表作有《延安楚京》《生死兄弟情》等。与李重霄在戏中相识，后因共同的兴趣爱好而成为人生挚友。其实从二位刚才上场这个骑摩托对视的这个动作就能看出来，当年虽然不能说是不打不相识，但是好像也跟争吵有关系。哎呀，六七年之前拍一个戏，那时候我们俩不熟，可能因为这个搭配的关系吧，可能这个演戏的风格可能不太一样。这个不是风格不一样，是肖哥演戏太霸气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我们俩有一场对手戏，然后呢是肖哥说几句之后我说一句，然后他接着再说，结果呢他吧一直在不停的说。我能理解张帆的那个角色，应该你是要见缝插针进台词。对，我就一直想说，但你连那个缝都没找着。没找着，然后等这场戏演完了导演就说，哎，帆子你那句话说了吗？我说我没有气口说呀。然后肖哥说，这气口你得自己找啊。没错。然后就没说出来，然后我就憋着下面那场戏得报复他一下。你怎么报复的？结果下面那场戏给删了。所以我就一直没报复成，你知道吗？怀恨在心。后来怎么从这样的最开始有点不太愉快变成了好朋友呢？据我所知，那出戏之后你们俩有一年没说话。后那部戏里也没说话。之后二位还有过合作吗？之后我们俩合作过，有过第二次。在这个在合作的时候，台词上就没有矛盾了吧？张帆演特别好，演一个事业成功的一个老板，然后戏里头呢，这个对我的前妻呢又有一些爱慕，哎，我们俩多多少少还有点这种情敌的那种味道。所有的气口我也都插上了，但是今天可不是对手，你们是拍档。现在是家人。程潇，有没有跟方老师搭过戏？久闻方老师大名，来有请方老师。来跟没合作过方老师，方老师还请。久仰。来，小沈，你好，这是你舅舅，舅舅多帅啊！你舅舅，来，这是你二舅啊，你二舅，你好，这是三舅啊，三舅，这是隔壁老李。我们俩没搭过戏，没合作过是最好的，那就不至于吵过架，对吧？啊，是吗？好，今天真的不得了，两个帅哥加一个我一个美女，这个节目一定很好看。嗯，好的。既然这个方老师这么有信心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游戏，好吧？好，四位嘉宾请转身。黄豆，开门吧！哇，这个气氛营造的还可以。两位嘉宾平日忙于拍戏，从来没有逛过菜市场，全家好拍档特地为两位嘉宾安排了本次大采购。本轮游戏将考验拍档之间的配合与默契，方清楚与李重霄到底谁能更胜一筹。好的，双方已经派出了出战队员，李重霄和方清楚老师都已经跨上菜篮了啊。海天超市开始营业，来准备，这才是我们熟悉的超市。哎呦喂，二，还有这么多人呐！一，开始，空心菜，好，苦菜，韭菜，空心菜。还有呢，苦瓜，好，字大点声，韭菜、空心菜、紫薯、原味黄豆酱、丝瓜、橙子、小白菜拿了没有？紫薯、黄豆酱，拿橘子、香蕉拿了没有？
点，慢点，一个字一个说。丝瓜。黄豆酱。黄豆酱在哪儿啊？我不要了。冬瓜。豆酱。看来今天菜市场菜是真便宜。啊，黄豆酱、丝瓜、秋葵、紫薯、紫薯、紫薯。紫薯哪去？紫薯。紫薯呢？哎呦，两位已经把篮子顶在头上了，很好识别了啊！哈哈哈哈，没有香蕉，没有香蕉，没有香蕉。啊！拿点橘子，橘子。啊、香蕉拿了没有？空心菜。最后十秒，看拿齐了没有？豆瓣酱拿了吗？冬瓜，冬瓜，冬瓜，快快快！香蕉拿了没有？五，都齐了。四，三，都齐了。二，一，请前柳吧，前柳吧。时间到。请前柳吧，前柳吧。海天超市关门，掌声首先送给阿姨大姐，谢谢你们。好的，我们来揭晓，我们依次从这边开始啊。空心菜有没有？空心菜没有，别找了。苦瓜有没有？苦瓜有，在这儿。一样。一样。苦瓜好。海天黄豆酱。冬瓜，冬瓜有，有油麦菜，油麦菜有，有四样了啊，四样了啊，黄椒，黄椒看有，五样，胡萝卜，胡萝卜有，秋葵，秋葵别提了，没听见，紫薯，紫薯有，七样，掌声鼓励。第一个韭菜，正确，空心菜，哎，紫薯，哎、好，原味黄豆酱，黄豆酱。丝瓜有，张老师也认了丝瓜，橘子，橘子不错子，小白菜，小白菜有吗？小白菜，你拿的那个不就是小白菜吗？他拿了一个小个头的大白菜，大了吗？香蕉，香蕉，芋头，哪儿了？哎呦，这儿的，哎呦喂，毛芋，哎，几样？八个。李重霄拿了八样菜，方老师七样，哇，就多一样。在这里宣布，李重霄战队获胜。好。好的，我们即将给两支队伍补充新的能量，要请出各组的下一位好拍档。掌声有请方清卓老师，这位神秘好拍档。旅客本扎演员与方清卓因舞蹈结缘，也是方清卓的好弟弟，曾出演电视剧《李小龙传奇》。好，干掉一个主持人，要干就干一对，好不好？我是你们这边的好功夫，看手势让你过去呢。欢迎欢迎，掌声欢迎旅客本炸。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位新的好拍档好不好？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非常高兴的是今天请到我了老朋友吕克本扎。啊，吕克本扎呢是在我12年前在中央电视台，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四合院里过大年，本扎作为一个武术和舞蹈结合的，所以12年前二位其实也是在中央电视台结缘，对吧？对对。哎呦，这也是中央电视台呀。吕大侠来中国多少年了？其实我是在中国长大的。这个回答真棒哎！我是在中国长大的，对，所以在我这个一生当中啊，我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，我可能总是会向他指教，他会告诉我应该是每件事情在中国怎么样去处理，怎么样去做，所以我变成了他家里的一个成员。对，变成了我们家的成员。据说李小龙对您一生的影响很大。是因为看李小龙的电影，再来中国学中国的文化。接这个李小龙传奇电视剧的时候，是我最高兴的事情，因为我可以跟我的偶像，同台，就是去更深入的去了解他。他
等等，怎么了？你真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，比我都傻。那这样，你打我来，再来。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李重霄战队补充新鲜能量，有请下一位拍档出场。让我们掌声有请商震雷。商震雷，某公司老板，与李重霄情同手足，是李重霄值得信赖的好兄弟。重霄给大家介绍介绍。他是一个大商人，自己是很多公司的老板，是我一个特别好的兄弟。就一句话是真的，好兄弟，剩下全是虚构的。可惜这个形象了啊，因为这雷看形象很帅。他是一颗雷，就震着雷嘛。对，就是用现在流行的话，就是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啊，非得靠自己的本事挣钱。我是昨天晚上从天上掉下来的震雷。据我所知，你们俩曾经度过最漫长的一夜，还不只是一夜，好几夜。哪一夜？哪一夜？这直接变歌词了哈。我坐远点，你们俩好好聊。我想起来了，抱歉。3年前，啊，因为找不到这个人了，已经失踪好几天了。我突然推开他家门的时候，就发现他哇，很凄惨，然后那种很无助的那种状态。就是因为父亲突然的离开，他那时还在全身心的投在工作当中，突然接起了家里的电话，简直崩溃了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我心目当的超人也有软弱那一面，就这么样扛着，我不告诉别人，一直说我父亲好比是我的大山，他倒下了，但是我一定要我重新振作起来。你推开门以后，你也就没有离开了，你就一直在陪伴他。没离开。因为那段时间呢，确实是这个家里人的这个离去吧，心里有一种难以接受的那种痛。那天他跟我说，他说哥，我今天不走了，我住这儿。人认识人很多，但是真正的在你最痛苦的时候能给你温暖的又能有几个呢？因为呢，这个节目叫全家好拍档。比如说张帆呀、张啊，像后天的家人一样，真的特别好。我特别能理解重霄这种感觉啊，朋友遍天下，知心能几人。欢迎兄弟，来，三位好兄弟给自己加加油，好不好？1、2、3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不说不说不说。来，有请双方嘉宾。来到舞台中央，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第二轮游戏。好，请转身。黄豆开门吧。齐心协力，首先是李重霄战队出战。之前做一个小调查，来，三位好男人，自己在家里洗衣服的请举手。好，我这确实不洗，我这。你们偏偏推选了一位自己不洗衣服的人去晾衣服。没事，给他个机会锻炼锻炼。请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啊！一次只能拿一件，对，不着急。哎，这你别下去啊！哎，这你别下去啊！你别下去，我没挂呢。你再上一点，再拉一点。这个设计它不对。等一会儿别动啊，千万别动，千万别动。不是，它这个钩它。哎，停，进去了，快下来吧。第一件太不容易了。这不对，这个不是我的事儿，这个。这不是你的事儿。你的努力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哎呦，熟能生巧，越来越熟练了啊。第三件还有2分钟，张帆找到感觉了啊。
好，成了。好，好。哟，张帆还真是越来越熟练了啊。这现在有点难度了，找另外一个扣。好，成了。还有1分30秒，他们选张帆作为晾衣服也是有自己的考虑，因为张帆的体重是较轻的。第五件，对，成了。好，张帆你好好挂啊。最后一分钟，我们13体壮如牛。好，来，抓紧时间，也许还能挂两件。成了，好，铁丝的。5 4 3 2 1，时间到，特别感动。成绩不错，虽然张帆是第一次挂衣服，但是第一次就在3分钟之内挂了9件衣服，掌声鼓励。还有一个啊，张帆老师啊，刚当的爸爸，孩子刚刚满月，这两天老在家挂尿布挂的，练出来了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现在压力就交给了方清卓老师战队了。哦，该我们了。来，请准备，3 2 1，开始。哇，哇，这有点博尔特的感觉啊！哇，这有点博尔特的感觉。本家大叔的跑的姿势很帅。好，来第一件。杰夫在家挂过衣服吗？他竟然没挂过衣服在家。好，成功。No! 孩子长大了。本家辛苦。成功。配合得很默契。没错。别着急，可以。好。本家加油！哇，效率很高啊！好，本家加油！本家加油！本家加油！啊，行啊，小伙！哇，很厉害，已经挂了5件了。加油！本家加油！第6件，加油！本家加油！还有1分30秒，时间过半。本家加油，飞虎们！本家加油，本家加油！对，给他加油！本家加油！还有1分钟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！要加油就不加，加油！本家加油！哎呀，方老师真棒！方老师，遗憾还不能过来，还要再拉他一次。这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不要？这不要太累，不要太累，慢点，慢点，本家，本家。最后30秒。好，成功，好，好，好。本家有点累了。加油，加油，小沈，最后一件。最后10秒，咱们还有时间。哇，给本家加油，本家是拼了。好，来，最后5 4 3 2 1，掌声鼓励。哇，成交队的成绩是9件衣服。现在我们光荣的宣布，方老师队也是9件。哦，那打成平手，双方各加2分。海天黄豆酱，全家好拍档。本节目由怎么吃都好吃的海天黄豆酱独家冠名播出，感谢百度百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方清卓老师战队的第3位好拍档，有请导演苏杰。苏杰，导演、演员，曾获文华奖，与方清卓青梅竹马，是两小无猜的人生挚友。大
苏导。哎呀，苏导演，苏导演，您是导演呢，还是歌手啊，还是舞蹈家呀？全活都会，苏导太棒了，非常棒。来，方老师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好，您的这位好拍档。我太激动了，首先我十分的感激我这个苏杰导演来着。苏杰导演现在正在沈阳排一个歌剧，他很忙。我一说，他说姐，你的事儿我来。哎呀，我说你要来，要不就算了吧。他就问我说，你想不想让我去啊？我说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他说别说了。咱们那天见，我们俩真是发小啊。大概我十几岁的时候考入沈阳话剧团，苏杰老师那时候是沈阳歌舞团的编导，就来给我们做这个舞蹈的编导。年轻的时候根本不笑，那时候不敢看他，我们都在那儿练舞蹈啊，那个把手都练得很高啊，腿抬得很高啊。这时候他拿个棍子上上拿棍子到我这儿呢，我也挺害怕的，有的会打一下之类的。而且我最感动的是12年前中央电视台给我们做的一台晚会，苏杰老师跟我直接的合作，完成了我49岁那年我的一个舞蹈梦。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高的矮的，胖的瘦的，美的亮的，俊的俏的，明的阳的，中的外的，大家过年好，过年。方老师，您的年龄不是秘密对吧？我不是秘密，我61周岁了。那您刚才介绍苏导跟您是发小，发小。那苏导的年龄是秘密吗？也可以说一下，我俩一样，都是阳的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俩是同年。您有60多，就是刚才在那个舞台上连续转3圈，8圈也没事儿。哇，不，他太棒了。李佳明看比你岁数还大呢。不是，真的真的，他非常棒。因为我呀，是小时候专业是舞蹈，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年，又唱摇滚，然后唱抒情的电视剧、小品演的非常多，什么都干。所以我记得刚才其实方老师在介绍说，您的一直有这样的魅力，是您一直在台上。一直在台上，应该反正喜欢吧，喜欢舞台。但是方老师，今天苏导来是要特别感谢您的。怎么感谢我呢？哎，因为有一次特殊的一次照顾，让苏导是刻骨铭心。也是多少年前的一个夜晚。对，是是这样。还有夜晚？应该是21年前，95年的春天，夜里边那时候好像交通路面没有这么状况好吧，快到住地儿了，就出现了发生车祸了。然后这胳膊就磕到前边这个，这一下，反正当时不疼木。但是我一捏切自己一摸感觉没感觉了，我坏了，当时要粉碎性骨折。哎呦，我当时简直是感觉特别无助。你那时候啊，家又没在这儿，我怎么办？我只能给方姐打电话过来了。一看夜里这样，然后连夜啊给我又当时打石膏什么的，安排住院好多事儿。如果说那个电话我没联系上，他如果在剧组没在家，那天他怎么就没戏？这就机缘巧合。哎，真的是谈不到一命，但是那也很要命的。哎呦，真的很要命。他那个惨叫，所以说是我的恩人。谢谢谢谢。哎呦，谢谢您，谢谢啊，真是真是。所以听出来了，是好朋友，是发小，更是一家人。哎呦，真是一家人。对对，没错。所以今天苏杰导演有个小礼物要送给您，要送给您一首歌。哦，太好了。来，掌声有请苏杰导演。
苏杰导演，好，太有魅力了，太有魅力了。好，我听过这么多次这首歌，但是他的不一样。既然是发小，苏杰导演又那么有魅力，方清卓老师，为什么您年轻的时候没有考虑过他？别挑事儿、啊，就是啊，别挑事儿哈、啊，为什么没有呢？不知道，因为家里还有更好的。不是，嗯，不是。大概太好了，真的，他是个非常有光彩的人，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喜欢他，太好了，苏杰，有你，今生有你，我幸福。接下来，那就让我们有请李重霄战队的第三位拍档出场。让我们掌声欢迎编剧陈彤。陈彤，编剧。代表作有《马文的战争》《妯娌的三国时代》《一仆二主》等多部热播剧，与李重霄因戏结缘，后成为人生知己。陈老师是我偶像，我能演陈老师的戏，这是三生有幸。没有，是这样的，那个重霄老师让我来的时候，我就说你是不是想找个人拖后腿啊？哎，你们之间彼此就是称呼都是这样的吗？老师，老师呢？我们在外人面前这样，私下呢，在家里呢，在家里，就在朋友家里呢，在朋友家里，就不告诉你。重霄，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说，哎，你跟陈彤老师有什么样的故事？他说，我就特别不理解，有一次啊，我就送他回家，但我就不明白那一路上陈彤老师为什么一路尖叫。我那事儿特别丢人，我之前吧一直都是特别这个。德高望重的这种形象，就是特别淑女。然后呢，好像谈个剧本什么的，有一次晚了，没有车哈，我说那我打个车吧。他说哎呀，你别打车了，我送你吧。我就以为他是个开个汽车，对，我就想怎么也是开个汽车送我哈，我就高高兴兴的。结果一下楼，发现是一个胯子，胯子就应该是那种。三轮侧三轮，对对对，给我的感觉就是警察要抓人的话，可能那胯子里边坐的就是。然后把它套在前面啊。对。然后上去以后呢，一开，当时就觉得整个就是这个叫世界观都改变了，对，就反正就是当时就一路尖叫，就叫的就是，我开始还忍着，但是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是那个就过山车也就叫成这样吧，因为我那个眼睛嘛，就有一只眼睛能看见，一只眼睛就相当于盲人，就看不见。但是我不知道，后来医生跟我说，就是我没有平衡，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老要被甩出去，就是所有东西都就是在你面前，要么土崩瓦解，要么就压你身上，所以就一路狂叫。后来我就跟他实在是有点丧心病狂了，我就说你慢点慢点。最后吧，他最后对我说了一句话，说我都二十迈了，开到二十。那我觉得陈老师就简单这一段描述。真的是一个好编剧，没错，因为通过这一系列的语言描述有一个很好的画面感。没错，我也想向陈彤老师请教一个专业的问题啊，您在这个创作这些剧本的时候，您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和方向？会有啊，就是基本上都得写我想写的或者有感触的，我一般很少写那个自己不太了解的，对，是这样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的那些戏都是您生活中真实的经历，那您是有的是别人的啊，对对对。后来重霄老师曾经跟我商量过，说，陈老师能不能咱们写一个戏，就有一个摩托车爱好者的戏，就是写哈雷摩托。后来我想了想，我说，你换一个眼睛好的人吧。欢迎陈老师。不过陈老师，您是这个队的第一位女拍档，那您说您擅长玩什么样的游戏？我都不擅长，我就擅长拖后腿。有请双方嘉宾来到舞台中央，有请。来，八位嘉宾请转身。
黄豆，开门吧！好，马上开始蛋糕叠中叠。哇，这次两位发小亲自出战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了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不要着急，往里。我们看一看双方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。方老师跟苏杰导演看来很有默契啊。来吧，哥们，来吧。哇，方老师跟苏杰导演更有规划，更有计划。年轻人反而效率很低呀。比咱快，难道真的是姜还是老的辣吗？咱俩怎么了？咱俩呀，不应该呀！音乐响起来，请放下。好，开始。哪有心思跳啊？张帆不停的回头看，舞曲不停，就要继续跳下去。不知道跳舞是什么心情啊？继续搭建，往前放，往前放。方清卓老师和苏杰导演已经准备搭建第四层了，效率非常高。程潇跟张帆也找到感觉了，也准备搭建第四层了。接下来的平衡很重要，势均力敌哦。他一张起这肚子就把那个全部打趴了。小心！只有重新再来啊！欲速则不达，真可惜。快！哎，咱也得小心啊！别着急，咱慢点，咱慢点，慢点，一定慢。还有时间，方老师、苏导，重新再来，我们不气馁。可以背他抱他。好，舞曲响起来了，你扶着我啊。现在是舞蹈时间，开始。哎，舞蹈时间，如果我们不回来的话就算违规啊。啊，违规。方老师跟苏导重新再来，想想怎么办，高度不够怎么办。程潇他们还在继续讨论如何搭建最后一层。我抱着上的。一二，不行，二，小心小心，要稳。不行不行，别抱。我想想啊，你们这个蛋糕还是有一定的难度。但是方老师有他们自己的策略，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。我们来看，只要方老师你们稳稳地搭建上去。哇，慢一点，哇，慢一点，哇，慢一点。 Oh baby， 方老师不要气馁。不是，你看，我们来看李重霄他们最后一搏。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苏导，送给方清卓老师啊！胜出的李重霄战队再拿到三分，祝贺李重霄战队！接下来双方将会请出各自最后一位好拍档，我们首先从方清卓老师这一队开始。方老师请来的是他多年的好闺蜜洪流老师，有请。哦，方老师战队的拍档都是能歌善舞啊。
红柳演员。作为无话不谈的闺蜜，与方清卓有着30多年的深厚友情。亲爱的洪流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洪流他是我们在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戏我们就认识了，我们是不是姐妹胜似姐妹。哎，我怎么这么霸道啊，戴个耳是给他拿来的，我终于抢着说了，姐姐对不起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因为在我这个身边站着的这个妹妹呀，她就是一团火，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把我燃烧了。他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。对对对，无论你在任何时候只要见到他，他就把他所有的快乐让大家分享。那这样现在有请二位就坐，咱们坐着聊。哎，有请，慢慢聊。好，非常感激你今天的到来。那个方老师，你又把别人话筒拿了。哎呦，又把别人话你这个专业术语啊，在 KTV 叫抢麦。没关系没关系。两位老师是怎么相识的呢？你说，我说，你说，我先起个头吧，要不然我就憋死了。1982年，我们同时都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电影，我当时参加的是上影厂的一个重点的剧目，叫《张衡》。那个时候，洪流老师好像是很当红啊，而方清卓老师那个时候应该是新人，对吧？当时她是一个窈窕淑女，啊。就是比现在窄一半。等我在国外转了一圈回来，见面的时候我不认得他了，成了一个比现在还胖的啊。当时很胖，我也胖的，但是我们的友谊就继续下来。如果说我给他带来快乐，那么他给我带来的是阳光。那个时候还没有闺蜜这两个字，我们就已经做闺蜜的事情了。这孩子，小肥子，小肥肥，从小看他长大的，我所有的演出他都看。我跟你说，你还没听他朗诵呢，他的声音你听了一会儿你就会陶醉的。接下来两位老师就合作一下吧。我估计合作不了，让他一个人先来吧。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。长大后，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，我在这头，新娘在那头。后来呀，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，我在外头，母亲在里头。现在呀，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好姐妹，好闺蜜。因为我见证了我妈还有洪流阿姨的这个30多年的友谊，而且她们俩本来就长得非常像亲姐妹。我最小的时候第一次见洪流阿姨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洪流阿姨是我妈妈的妹妹，然后我还问我妈，我说你怎么一直没说我还有个小姨。好的，那么方老师战队的所有好拍档都到位了，现在该我们这边了啊。在今天好拍档当中，方清卓老师这边你看是闺蜜、发小、亲人、朋友、梦中情人。对，所以接下来我们李同校的最后一位拍档是
邻居，掌声有请。高云燕，李荣娇的邻居兼好友，从事广告行业。荣娇给介绍介绍吧，为什么压轴出场的是你的邻居呢？其实更主要的是这个，他们两口子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，就是更直接的说呢，这是其实应该是弟妹。我主要是那个去肖哥家蹭饭的专业食客。哦，这有点意思，这也是印证了这个肖哥是确实在家做饭，做得非常好，厨师对准。准大厨，特别爱显摆的大厨。这大厨吧，做饭做得好，没人去吃，没人去夸，你说这心里他就有落差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就得老得去吃。但是肖哥呢，是一个特别专业的大厨，他每次都戴一顶绿帽子做饭，就是原来的那个军帽。对。那为什么要做饭的时候戴呢？这做饭的时候吧，他有俩原因。一个原因呢是这个怕这头发掉在饭菜里。然后呢，就是在家里呢，又能满足一下原来喜欢军帽的情节。你是一位视厨房如战场的优秀演员。没错。我觉得莹燕今天来啊，还得给我们爆爆料，因为你总去他家蹭饭。听说这个肖哥家里边好像养的活物挺多的。对，一屋子的鸟，然后还有一只很凶的大黑狗，小黑，见谁都叫，特别凶，出门就怂了，就不吭声了。说那个狗是流浪狗是吗？对，是他们小区的流浪狗，然后肖哥就是看到了就把它领回家了。肖哥是一个就是非常有爱心的人士，他们家有一只鹦鹉，本来就一只，后来呢可能比较孤独嘛，就是有点抑郁了，就自己做自己的那个毛，就这个胸前啊就有点斑秃了，后来他就也快抑郁了。天天特别就恨不得都要自己揪头发了，你知道吗？看着那个鸟那样，因为他心疼。后来他就又买了一只母的跟他配成一对儿，然后终于这两只鸟就好了，就再也不抑郁了。他也不掉头发了啊。好，来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也欢迎高莹燕，欢迎。好了，四位拍档已经聚齐，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第四轮游戏，拍档向前冲。第一题，请看大屏幕。鸳鸯最早是用来形容哪种感情的 ？A. 爱情 ，B. 姐妹情 ，C. 父子情 ，D. 兄弟情 ，E. 母女情。请选择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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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意安全，杜老师，特别是您。回答错误，正确答案继续出发。仔细读题，咱们是往下捋呢是吗？慢一点，注意安全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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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应该是 E。回答错误，正确答案继续出发。别着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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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着急。不是，吕大侠，我回答正确。首先，我们要祝贺方清卓老师战队，现在领先一局。下一道题，如果你们胜利，四分就拿到手里了。请看大屏幕。十座城市对我国哪座城市的美称 ？A. 南京 ，B. 成都 ，C. 武汉 ，D. 西宁 ，E. 呼和浩特。出发。B， 我觉得是 B。回答错误，正确答案继续出发。哇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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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呀呀呀呀呀！加油！
回答正确。祝贺方清哲老师战队拿到四分，现在的比分是6-6。好的，四轮游戏之后，现在双方战成了平局，那么我们就要进入今晚最后一轮的挑战，五分值的海天黄豆酱终极大挑战。海天黄豆酱终极大挑战，一名拍档负责答题，其余拍档各自拿一颗网球，极力跑向诗歌墙，砸出诗歌墙上的汉字。根据砸出的汉字，最快速度完整猜出墙上四句诗，用十秒的战队获胜。好，首先是方清哲老师战队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加油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好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不着急，好，注意安全。注意。我们看到前面的升降机角度已经开始有了变化。洪老师很稳呐、啊，还瞄准，发力。好，好来，快下一个，拿球，可以开始猜了啊。这就很关键了。月汉。有人有想法吗？可以猜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下一句是什么？下一句，哎呦不行了，哎呦不行了，确实有时候受比赛紧张的气氛影响，运气不太好，不如太高了，你行吗？第二好，加第二个，好，这是下面一首诗的。人又出来一个人，什么什么长什么人？哦，雨太，雨太，不跑不跑了，好吧，没事没事，不跑了，我去砸去，慢点慢点，哎呀，我真的害怕他摔倒。哇，洪老师真厉害，现在洪老师66啊。专门去接他，他们就是担心我年纪大了的话我受伤啊是什么的。女大侠，好，千里长征人未还，再改一改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正确正确，好，可以拿下面了，拿下面的了，第三行第四行，好，僵持，下面是什么什么又什么什么江南，什么江南，江南又绿，哎对，接着想，很接近，江南，好，春风又绿江南岸，下一句，明月何时什么什么照我还，正确，来按下开关钮，按下开关钮，用时5分27秒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出塞，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北宋诗人王安石的泊船瓜洲，谢谢你们。好的，接下来掌声有请李重霄战队出战。现在重霄战队已经各就各位了，请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开始，他不着急，注意安全。啊，你自己跑也叫啊，那看来跟做模特没关系。不，赵莹莹先派女将。哦，完了，弹框而出啊。重霄奋力一击，好，连，哎呀，回来了，赶紧回来，你快回来，我一直
笔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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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愿我比翼鸟在地，什么愿为连理枝，正确，上上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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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布狼，下面我都说了，上面其实很简单。布与什么狼？啊，这有点难。什么布与肖狼？哇！错了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天生锁二乔。正确。哇！你确定没偷看答案吗？哇厉害！太帅了，还得有文化呀，他主要有精英在这儿呢。所以第五轮可以加上五分的是陈彤战队。所以经过五轮的游戏，最后的比分是11-6。我们宣布陈彤战队获得我们全家好拍档的称号。祝贺队长陈彤，祝贺前队长李彤祥。海天黄豆酱全家好拍档，本节目由怎么吃都好吃的海天黄豆酱独家冠名播出。欢迎登录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、网易娱乐、凤凰娱乐、人民网、新华网、光明网、央视网、国际在线、21CN 了解节目的相关资讯。下载网易、腾讯、搜狐、凤凰、新浪新闻客户端、今日头条等平台获取更多的节目信息。